哎，兄弟，我邵群。哟，邵公子回来了，之前鲤鱼的事没少找你帮忙，我还说谢谢你。什么时候得空啊？和请你吃饭。客气什么，不用您请。我这刚装修好的房子搬进来了，今儿呢，带着你家那位来给我暖暖房吧。行，地址发我。好，那过会儿见。好嘞，景哥，起来了。 走，搬衣服，我得给你好好捯饬捯饬。做什么去啊，简哥？咱们去少群那儿，见识见识他家那位是何方神圣，能镇住少群这个大流氓。好。哈，小伙子挺帅啊，怎么上了你这条贼船的？去你的！这我家小李，李鱼。 这是你少哥，少哥，你这位呢？赶紧介绍介绍。这是我媳妇儿，也姓李，叫李长秀。你们好，李哥好。哎，嫂子好，听说嫂子今天是主厨啊，辛苦了辛苦了。握个手还没完了是吧？啊，别占我媳妇儿便宜，赶紧松开。得。哎，对了，少群，你儿子呢？抱出来看看。屋里睡着呢，估计等会儿就醒了。 睡着了挺好，今天这么闹的，顾不上他。你们聊，我去厨房看看。媳妇儿，我跟你一块儿。哎，你们随意啊。嗯，去吧，不用管我们。哎，你看人家那媳妇，柔顺乖巧，一看就贤良淑德。你希望我那个样子？拉倒吧，你那样我得吓死。我就是没想到啊。 少群找了个这样的，哼，不过也挺好的。这男的从骨子里透着股温顺，肯定特别会心疼人。景哥，我也会心疼人啊！去去去！哎呀，爱情的力量真他妈伟大。少群这双插卡的禽兽都能被驯服，而且还是被一个带把的。爱情本来就伟大，你不也被我驯服了吗？哼，能耐了，小李子。 谁驯服谁了？你驯服我了，这就对了。哎，听说他比少群还大，那怎么也有30了？不过看着跟高中生似的，还挺有味道。哎，奇怪了，怎么说我也混迹情场这么久，怎么就从没碰到过这种类型的呢？简哥，这种居家过日子的小媳妇儿行，哎，别说，还挺有滋味的。简哥。 你瞎想什么呢？哎，你瞎想什么呢？我就感叹一下。你别看了，我连看看都不让了。你小子管的有点宽了吧？就这么宽。我就看。哎，其实他媳妇长得不错，挺耐看的。行，你看吧，我也去厨房帮忙，让你看看谁好看。 这站一起看，还是我家小李子好看。那肩膀，那腰，那腿，怎么出来了？小李子，不是挺嘚瑟的吗？少哥觉得我碍事儿，把我赶出来了。那可不，少群那醋劲儿，他就恨不得把李成秀藏起来。 我跟他握个手都不乐意，你还故意往近了凑，好像宝宝在哭。哎，这孩子醒了，少群，小崽子醒了。正正，正正不哭，我来了。正正乖，正正不哭，爸爸抱。 哟，神了还！李大厨这一抱就不哭了。正正，正正好可爱，我可以抱抱吗？好啊。正正，你好啊。正正，这是李玉哥哥。正正，正正，哦，这是你简叔叔，合着我就叔叔了。你觉得呢？
行吗？叔叔就叔叔。振振，振振抓我的手了。振振喜欢哥哥。我也喜欢振振。你们帮我看一下振振可以吗？我再去厨房看一下，马上可以开饭了。我也去。子英，你们看会儿这小子。振振真乖。景哥，你不抱一下吗？很好玩的。啊，他太小了，我怕给摔着。不会的，你试试。这小家伙软绵绵肉，一股子奶味儿。来喽，开饭喽。景哥，想什么呢？我想少群那两口子，小日子过得太习惯了，有模有样的。我们那帮子人之前有不少都是看他笑话的，一个有名有望的太子党，找了个男媳妇当堂主是要过一辈子，这放哪儿都挺不可思议的。但是如今你都看到了，人家过得挺好的。是啊，连孩子都有了呢。你说，哎，大柱，我可不要那玩意儿嘛，也就一两天新鲜，让你天天养着，保证烦死了。那咱们老了以后呢？老了之后就找个年轻漂亮的小男孩当保姆。扯淡。哎，你现在听着是扯淡，等老了之后你看我烦我看你烦的时候，每天能看到鲜嫩的小鲜肉该多美好啊。你又不老实了是吧？操，我怎么不老实了？你思想不老实。呸，谁思想老实？思想老实那是植物人。老了以后你也只能看着我，你岁数比我还大呢，我都没有嫌弃你，你干嘛嫌弃我？谁说我嫌弃你了？我只是设想一下几十年后的日子。别管多少年，你想找年轻漂亮的小男孩没门。哎，我说你越来越小肚鸡肠了。真的李宇，你这样不行，小心眼也是病。哼，说不过我就脱我衣服，你可真能。宝贝儿，你可真香。还想不想你那个年轻漂亮的小保姆？不想，就想。好看吗？你个大爷，快！好不好看啊？哼，现在想想，那些 gay 片可都没意思。男的长得还没我好看，他们请不着我太可惜了。你可真不害臊。哎，干脆咱们自己录一个得了。协助好了，不能只有我自己牺牲。景哥，你不是想录个 GV 大赏吗？就这么定了，明儿个去买个好点的摄像机去。也好，等老了之后你看这些就够了，年轻漂亮的小保姆什么的就免了吧。你他妈还记着？差不多行了吧你？你说的每句话，我都记着。刚做了两回，我腰都快断了。肖李子，你真他妈是个禽兽！